巴蜀圣地，历史的长河中激荡着无数神奇和魅力。东坡故里，岷江的春色上雄踞着一缕清新与豪健。春风化雨，我们用安全守护孩子的健康。苦心孤诣，我们用科技参与孩子的成长。让天下的婴童都舒适，让天下的婴童妈妈都安心。这就是我们四川Xinshihao母婴用品有限公司，中国婴幼儿用品行业的领先者。Xinshihao以品质服务驱动高质量发展，以品牌建设赢得市场，用创新点亮美好，铸就中国母婴品牌的新典范。我们始终坚持着品质服务的理念，努力为每一个婴童和妈妈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我们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工艺，确保每一个产品都符合最高的安全标准。我们深知婴童的健康和幸福是我们最大的责任和使命，因此我们用最真挚的心去守护他们的成长，给予他们最温暖的陪伴。相信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我们能够让天下的婴童都舒适，让天下婴童妈妈都安心。世界瞬息万变，在政策加持下，消费升级以及精细化育儿观念的培养将带动母婴大消费行业进一步增长。随着90后消费者对于国产品牌的接纳度逐渐提升，中国母婴企业发力中国纸尿裤品牌的发展，以及电商文化以及 IP 文化渗透婴儿纸尿裤市场，中国婴儿纸尿裤得以扭转中国代工制造的格局到中国品牌制造，实现国内婴儿纸尿裤品牌强势突围。母婴产业迎来蓬勃发展，市场一片蓝海。Xinshihao作为母婴大消费企业及纸尿裤品牌的行业领先者，在产品研发、生产技术、营销模式以及商业模式等方面实现独特发展优势，引领着中国婴儿纸尿裤行业的发展。Xinshihao立志创造新的美好，企业根植于四川省眉山市经济开发区新区，自2019年成立以来，始终秉承着顾客至上、居安思危、专业进取的经营理念，一路砥砺前行。现已发展成为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制作婴幼童系列健康护理用品的综合性企业，奔驰在时代的潮头，持续为社会贡献力量。Xinshihao从高处着眼，通过优化组织结构，构建人才队伍，凝聚企业向心力，稳健发展。年营业规模、市场占有率均居行业前列。对我们来说，产品是有生命的，更像是一种语言，让我们和千万家庭沟通，聆听每一个需求，不断完善进步。企业发展是一个不断攀登的过程，没有捷径可走，必须用点滴的积累来成就这一伟大的梦想。传承品质之本，凝聚创新之力。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纸尿裤生产厂家，Xinshihao打造智能化生产线十条，大力引进各类先进设备，并建设有检验实验室、精选原材料、严控流程、精益生产，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可全方位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目前Xinshihao以婴儿纸尿裤、拉拉裤产品为核心，产品线可延伸至生活用纸、卫生巾、成人纸尿裤、医用卫生用品、婴儿用品等。旗下拥有七色珠、葱博两大母婴品牌，国货当自强，人小力大，云柔海西、赞鸭、小萌新、小护仔、紫草油、少年苏东坡传奇、华人才子、少年英雄小哪吒系列等十几个产品系列，并与京东战略合作汇寻系列产品，各规格产品总计达1000多种。其中Xinshihao创新打造的婴童纸尿裤品牌七色珠，在行业内极具影响力，产品自面世以来已服务上亿家庭，呵护数千万婴幼儿健康成长，凭借卓越品质赢得了客户的一致赞誉。业态升级，2023年，Xinshihao新建成3000平方米的直播大楼，规划出近100个直播间，致力于打造及视频直播、网红孵化培训、后期包装、5G 技术应用展示于一体的直播综合体，以新平台赋能新发展，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懂生活，所以有所追求；知感恩，所以有所担当。多年来，在诚信、创新、平等、责任、感恩的企业文化的引导下，Xinshihao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笃行不怠，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力量。以荣誉助推蝶变，用实力续写华章。展望未来，围绕着成为行业领航者、成为世界领先的婴幼儿用品企业的发展目标，Xinshihao将立足主业，竭诚打造世界品牌的中国样本。一个更加多元、更加生动的世界面孔，将迎着浪潮引领时代，迈向更美好的明天。